属三福。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的学员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野外生存考核。水壶里的水，包括路上的补水点都可以用，实在没有了，最后再用这个，好不好？来，好嘞，来。超长体能与野外生存的综合能力，让这些二十出头的零零后有着与同龄孩子不符的成熟与坚毅。准备集合。上级通报，蓝军约一个连的兵力在桑园。暑期的野外训练和48小时野外昼夜连贯作业，是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由来已久的传统，也是这群青年从学员向一名真正军人迈进必须经历的蜕变。选择军校，穿上军装，他们注定要付出比同龄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继承源于沉淀，今天的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40多年前的北洋水师学堂，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19世纪之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清政府在无力时期被数次击落的国门门栓，面对随时可能去而复返的危机，清政府被迫以海防为命题开始了求变之路。1881年，位于天津城东8里的北洋水师学堂建成，并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也是在这一年，27岁的福州人严复与天津第一次相遇。从福州船政学堂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尽管身份并未转变，唯一的不同也许只是天津这座城市将赋予他更加奇妙的时代机遇。身处时代风暴中心的严复，又将走出怎样的不凡人生？向前看，加油看齐！一夜的休整之后，野外生存考核正式进入主题。好，各班再看。在这48个小时内，学员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判断都将决定最终的成绩。安全，怎么办？向前看！好，展开就是。好，没有，没有。对于这些终将成为军官、投身国防事业的学员而言，面对恶劣的天气以及随时突发的敌情，超乎常人的体力是他们最大的依仗。而在状况更加复杂多变的黑夜中，敏锐的观察力和优秀的视力是他们捕捉敌情、快速反应最有效的武器。对于这些可以追逐军人的梦想、学以致用的年轻学员来说，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却没有在同是学员身份的严复身上出现。在距离天津8200多公里外的英国伦敦，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被誉为英国海军军官的摇篮。1877年，23岁的福建人严复
作为中国首批海军留学生之一，被公派在这里留学两年。先进的航海技术与体系的炮台建筑学，打开了严复对西方世界新的认知。不出意外，等待他的将是冰冷的钢铁与深邃的蔚蓝。两年后，严复学成归国，他的未来却与大海失之交臂。一副不过2毫米厚的镜片，将它定格在方圆30之间。他其实最早是在福州船政学堂学的就是海军军官，但他有一个天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近视了。那么在19世纪那个时代呢，近视是海军军官的一个大敌，因为那个时候海军在海上作战的时候要靠眼睛来，就跟雷达一样，谁先发现对方谁就能够可能能先发制人，所以是不能容忍一个海军军官是近视的。鼻梁上的西方文明将那个曾经的八股文推崇者意外塑造成一位新式的教育家。严复决定将自己曾经在英国接受的教育移植天津。课程的原版引自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书上的洋文与符号在学生们看来充满着新鲜感。首创体育课，教授学生拳击、击剑，更让他们感到好奇、惊叹。脑后垂着辫子的中国学生开始了一段从知乎者也到几何、测量、天文的蜕变。咱们中国传统的伦理来说，不强调这种技术，强调的是一种理论，强调的什么四书五经。所以对真正的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到这些上去学习，应该说并不认同，也不积极。所以学堂呢，就开始降低招收的一些条件和标准，就是学历的标准，但是还很难招进天津周边的这些学生来。所以你看，早期的水师学堂的一些学生来自哪儿呢？福建的和广东的，那边的子弟到天津来上学，这成为一种当时一种风气。对，屈膝的角度可以适当的放大，对，用力蹬走，臀部靠住，对，不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田欢有了一段难得的空闲时光，也让他与百年前发生在身处的校园和自己家乡威海的一段风云往事再次有了碰撞。那是他不愿提及的惨痛历史。二班集合，向前看，向前看，向右转，前跑走。校园西侧的严复园是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旧址上建成的，而不远处的纪念馆则是北洋水师学堂在那个充满悲情的时代留给今天的告白。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呢，将会被安排上舰出洋，成绩优秀的学生将会同为军人。田欢在前辈的故事中多了几分感同身受，而在所有故事的结尾，一个多次出现的坐标威海卫却触动着田欢敏感的神经。当家乡与学院的过往以细节的方式在他眼前再度聚合，墙上的身影仿佛正穿越时空的隧道为他单独演绎。在严复任教北洋水师学堂的十几年间，从此毕业的寒门学子无一不服役于威海卫，填充着北洋海军技术人才的空缺。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少廉等社会名流，也是从北洋水师学堂和刘公岛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这样的传奇无可复制。洋务重臣李鸿章为此欣慰，他说，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以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痛极后而思变，此时的中国以海军为基点，承载着洋务的诸多变革，开始追赶西方的脚步。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想象中的自强改变着。距离田欢家乡威海不足一小时路程的刘公岛，记录了北洋海军的最终宿命。历史的悲戚让年轻的田欢从不愿来到这里。然而似乎命运推使，成年后的他走到了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天津，这块北洋海军起航的地方。冥冥之中的机缘让田欢决定重拾那段被他刻意淡忘的记忆。同一片星辰下，100多年前的严复也在向刘公岛的方向张望，不同的是，他正身处国家的至暗时刻。1894年，中国和日本两个几乎同时向西方问道的东方国家，在中国海域迎来了一次较量。硝烟遮蔽了天空，海水也随之沸腾。不幸的是，耗资数千万两白银打造的北洋水师，因为清政府一连串的舍不得，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较量中无奈落败。曾经世界瞩目、傲视远东的北洋海军含恨覆灭，洋务派苦心编织30年的自强之梦也付诸东流。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结果是大清国再熟悉不过的割地赔款。曾经的舍不得最终变成了赔偿2亿两白银的不得不舍得。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此刻沉浸在战败的巨大创痛之中。42岁的严复也进入他人生中最苦闷的时期。海战中殉国的一线海军将官大多是他的同窗故旧和得意门生。他看不明白，请一国之力耗数年心血打造的庞大舰队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那么这个时候他认为欧洲是在整个这个发展大市场是领先的啊，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是落后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啊，其实李鸿章所做的洋务运动，用严复的话说叫移花不结木，所以他认为就是说学习西学啊，这是一套东西，说你仅仅要他的大炮要他的船只，这个是不能维持你的这个进步的。但是这一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很难合拍的。积蓄多年的信念在这一刻崩塌，严复满腔愤懑，他下定决心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呼声，
他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可是人微言轻的他要到哪里一吐为快呢？他在寻找。这太长了。生活在天津南开区的严孝乾老人是严父的侄曾孙。耄耋之年的他与老伴儿同样也在寻找。哎，月兰，哎，找着了，啊？退休以后，严孝乾四处收集严父留存于世的书信文稿。他计划用文字重新描摹曾叔公的一生。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经过多次申请，严孝乾终于获准进入天津图书馆特藏部。严先生您好。你好。嗯，你好。您要看那几篇文章呀，我们给找到了。哦。就是在咱们这个直报的前两期。在这里，他见到了那张传说中的报纸《直报》。曾叔公当年在报纸上的一吐为快，即将展现在他的眼前。直报的报馆设在租界紫竹林。天津开埠后的几十年里，国人口中的紫竹林渐渐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西洋景，比起当时上海外滩，名气尤盛。直报啊，是1895年1月26日创刊的。严复的第一篇文章是在2月4日发表，创办一周以后，这篇文章就已经产生了，说明这篇文章也是有备而来的。直报也是比较推崇这个维新变法的，它有很多这种开议会呀、这废科举呀、办事业呀等等这些古村的文章在里面。1895年春节刚过，天津紫竹林大道上，直报报馆的门口出现了意外的抢购景象。吸引他们的是刊登在报纸头版的一篇政论文章，《论事变之急》。文中言辞犀利，句句刺中人们心中的痛点，当期报纸销量大增。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严复。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这个秦以来中国习以为常的时代了，这个世道变了。他一方面去讲了那个欧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就讲了我们该怎么办，就是要敞开胸怀要学习西方，千万不能再抱残守缺不仅仅是这个引进他们的这个物质的东西、技术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学术的东西要全部要引进来。这是严复第一次在报刊公开介绍西学，前所未有的激烈言辞让他一鸣惊人。短短数月，严复连续在直报推出《元强》《元强续篇》《辟寒》《救亡绝论》四篇政论。这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檄文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感宣泄，而是对中国封建政体的挞伐。一场思想的惊涛骇浪开始席卷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天津自洋务之后再次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言辞最激烈的呢当然是属于这个辟寒。在辟寒当中呢有一句话叫做，自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道窃国者耳。当然他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这个言辞呢，当时在这个社会上呢也引起了这个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谭嗣同呢之所以在这个人学里提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冲决一切网罗，然后呢这个呢实际上呢都是受到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辟寒当中的这句话的这启发。天津作为天朝大门，被迫开埠后成为媒体重镇，一时报馆云集。严复一跃成为文化明星，
金门发达的报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但他的成名之路异常艰辛。留英两年学成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习做到总办，不曾考取功名的他，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注定只是个位卑言轻的局外人。天津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的校园里，田欢和同宿舍伙伴放弃了周末外出的机会，全力备考两个月后举行的英语六级考试。现代军校的学习生活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外一手资料，对于田欢来说，提高英语水平、增加词汇量，是他学业中必须攻克的难关。已经步入大三，冲击英语六级迫在眉睫。为了给今后的军旅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田欢准备奋力一搏。两位准备好啊，咱们这个比赛开始了，准备好，各就各位，开始了，意义重大的。Significance。坐，八个，八个，来，八个，一，二，听我数，三。四，不标准，不标准，不标准，来，重新，重新，不标准，再来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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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四个，一起，四个，一起，来来来，一，二，不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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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俩，一。校园在熄灯号吹响后陷入宁静，但对未来的呐喊似乎并未消散。1885年，而立之年的严复在呐喊无果之后，决定放下颜面，重走科场路。在那些满是寂寥的日子里，严复白天在学堂里教授西学，夜晚还得再捧起八股文章，彻夜发奋研读。8年的时光中，严复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然而，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仿佛注定与本土的八股文制度无法融合。严复在“功名”二字面前，伤痕累累。在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他看重的是官僚出官僚，这些官僚基本都是科举出身。近代以后开始改变，比如严复这批都是留外的，留国的，所以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东西呢，把西方东西带进来，他们在学习，在消化，也在传播。这种传播渠道应该说不是政府能够接收的一种渠道。既然他有那个身份，但是也不被看重。极度失落和郁闷让严复染上了鸦片瘾。这一年他37岁。此时的严复空怀一腔报国之志，这位西学的盗火者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风雨飘摇的屋檐下陷入焦虑与惶恐之中。甲午惨败，中国的热血之士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3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向清政权挑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严复也无法再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他决定要再次化笔为剑，用新的文章来呐喊冲锋。
英国泰晤士河谷地的牛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1893年，68岁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这里开展了一场关于演化的讲座。宗教与科学的又一次碰撞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一颤。同样为之颤动的还有远在天津的严复，他试图以此为利剑触动中国逐渐麻木的神经。严复为什么会关注到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呢？实际上呢，是有他的这个深意的。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不仅论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呢，将其应用到了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认为呢，这个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呢，均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变化。在甲午战后一直到1898年的瓜分狂潮，他认为如果再不变法的话，那么将按照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功力而面临亡国亡种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天津海河西岸南开区古文化街店铺鳞次栉比，金味浓厚，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往来于此，热闹非凡。狮子胡同一号，严复的青铜雕像端坐一隅，守护着一块曾经的思想阵地。100多年的时间跨越，四代人的遥远距离，严孝乾与曾叔公在不同时空的同一维度下再次相遇。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辉映下，严孝乾客串起了讲解员，为往来合影的游人讲述起他背后的往事。严复在天津生活了30多年，他的一切所有的绘画史迹都是在天津完成的，尤其是他在天津翻译了天演呢，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甲午战败的2年光景，严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潜心译著赫胥黎那部著名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灯下，生物界的生存竞争在书中生动上演。窗外，列强侵吞中国的利齿正一步步逼近，可国人还在懵懂沉睡。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虽然赫胥黎的演讲如诗一般，但严复在意的只是如何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走向强盛。严复重点选择了原书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他不仅改变原书的章节，还加了30多条暗语，密集加以点评。当时的严复呢，之所以要翻译这些译作呢，并不是为翻译而翻译，而是呢，他希望呢，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些翻译，来呢，启迪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并且呢，这个促使呢，这样的一个民众呢，走上这样的一个救亡图存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因此呢，当时的这个严复呢，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呢这个非常强调的呢，就是呢将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呢，用这个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进行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传达。天演论带给国人的震撼早已不言而喻，但严复究竟在天津的哪个角落将之译著成书，依然是天津的史学家们一直试图解答的谜团。
每到周末，张成的家中都会因为外孙们的到来热闹起来。但这一次，张成显然少了陪他们嬉闹的兴致。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对近代天津的风云过往，他有着特殊的情愫。从收集的旧书和老相片中寻找隐藏背后的往事，是张成对于历史自成一派的读取方式。近些日子，对于严复和天演论未解之谜，张成在这张老地图上有了新的发现。他决定去实地寻找一番。这个地方就是过去那个水师营务处那个原址，严复呢是在1885年时从水师学堂那边搬到这儿来，一共住过4年。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翻译天演论了。书房里烟雾缭绕，身心俱疲的严复在鸦片的支撑下，研制着救国益民的解药。1896年。不到5个月的时间，严复在天津的寓所里完成了译著，并将书名改为《天演论》。他把《进化论与伦理学》，他翻译成《天演论》，啊，我觉得是真有他自己的想法。你跟我们那个传统的科举制下边出来的这些士人，你讲《进化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伦理学》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中国人讲什么？讲天道，讲人道，是吧？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观念，是吧？现在您在讲说天道变了，这个老百姓，这个世人一听就明白了，是吧？天道变了，那这个社会都变了，你这不变不行了。他是给你这样一种很强烈的刺激，所以他有意的把它变成天演论，拿这个东西来刺激中国人，让中国人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这样一种根本的理念。早年留英期间，严复已认清文字是思想的载体，而报纸更是开化民智、国家进步的平台。他认为天津紧靠京师，又是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敏感地带，如果有一份中国人自己的报纸，必将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影响必然巨大。1897年10月26日，严复与好友创办的《国文报》在天津正式创刊。一个月后，《天演论》在《国文报》的增刊上连续刊载，一经面世，供不应求，一时间天津纸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警示之言，使无数中国人血脉奔张，如梦方醒。对于这份全新的读物，士大夫和读书人也争相参阅研究。按照严复当年的说法，他也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吧？他是给士人看的，是吧？结果他的书，是吧，一出来以后，通过士人，是吧，然后一家伙形成了一个社会舆论的热潮。通过这种强烈的刺激啊，这个让士人、让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率先崛起，然后去动员民众变动，这个才有可能啊带动全国的力量啊，然后大家共同奋斗，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深渊里把它拉出来。严孝乾在寻找严复遗著的道路上行走了近20年。曾叔公的故事也早已填满了家中的每个角落。严复的一生将随着《天演论》出场，进入最精彩的讲述。严孝乾试图用客观的文字编写当年面试时的盛况。《天演论》横空出世，成为最火爆的畅销书。
1897年后的十多年间，发行了至少8种不同的版本，总销量早已超过了100万册之巨。向来心高气傲的康有为说，眼中未见有此等人，以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一个名叫胡鸿新的少年，受天演论的影响改名为胡适，字适之。毛泽东更是这样评价严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天津，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是独属于一条长街的谚语。每周六的凌晨6点，位于海河边的古文化街旧书市场，就在晨曦中迎来一天的忙碌。摊主们一边整理摊位，摆放旧书，一边吆喝着自家的独门标语。只有第一批到达战场的旧书爱好者，才能成为谚语中早起的鸟儿，优先挑选这些散发着历史韵味的遗宝。人群中，资深收藏家张成寻找着关于严复与天演论的蛛丝马迹。这本书多少钱？姐，10块，多少钱？5块钱。淘宝的过程很漫长，但结果似乎让张成满意。一本古籍版的《天演论》是他今天的收获。不同于探求文字本身的学者，对于挖掘书籍背后往事的张成来说，能够拥有一本年代久远的《天演论》，是身为历史爱好者的他心中难以割舍的执念。相同的文字在不同的时空里也成为另一个人的执念，这个人就是在湖南实物学堂任教的梁启超。1898年春天，26岁的梁启超即将北上京城参加维新运动。出于对严复的仰慕，在他的随身行李中，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有一本被他视为珍宝的《天演论》。这是梁启超的第7次北上，行色匆匆的他与天津再一次擦肩。但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注定，在历史的某个瞬间，他的命运将会和这座城市重新交织。这是诞生于1898年中国的第一张近代漫画。19世纪末的中国正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斗剖的严重危机，严复亡国灭种的预言即将成真。28岁的光绪皇帝作为大清王朝名义上的统治者，决心为这个国家再做一次改变，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推演出变法主张的康有为成为他的首选。光绪决定放手一试，彻底改弦更张。与其说选择冒险激进的康有为，不如说光绪皇帝本人更渴望速成。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诏，开始变法。天津国文报以新闻的形式如实报道着维新变法的举措和进展。也是这一年，严复在国文报上连续发表《拟上皇帝书》，他说出了自己对当下变法的忧虑。康有为就认为
中国啊只能走中体西用的道，啊，我们只能去引进西方的经济、西方的技术，我们的文化是不能变的。强调要尽快的啊快速的改革，但是这个快速变革只能是表层的。严复认为这个社会变革一定是渐进的，就是他认为你这个社会第一个要有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第二个人的素质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那么后来你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凡是碰到这种历史转折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改革都是渐进。拟上皇帝书的中肯之言引来了改革派的注目，光绪皇帝决定破例见见这位学贯中西的奇才。从紫禁城的午门到乾清宫，一刻钟的路程，严复用了整整45年。值得庆幸的是，他站在天津上空一次次的嘶吼，终于得到了深宫内院的回应。短短45分钟的君臣召对，让严复深切感受到皇帝对了解西学的急切心情和对变法的坚定决心。但此时看似风平浪静的紫禁城，却已容不下严复想象中的娓娓道来。一周之后，北京城风云突变，隐忍许久的保守派以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为契机，立刻现身前台。谭嗣同等六人横尸街头，光绪皇帝也被幽禁在余生都未走出的瀛台。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就此谢幕。路过历史的十字路口，历经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严复也不得不回到天津，藏身于租界以求自保。信念的再次崩塌，带着他改变国家的梦想滑落深渊。万念俱灰的严复决定此后不问世事，专心译书。1920年，67岁的严复拖着残破的身体回到了家乡福州。风雨飘摇40载，曾经从天津登场纵论中西的青年，归来已是华发丛生、沉默不语的老人。一位时代思想的先行者，在为适者生存的理想出走半生之后，却不得不在生命的尽头为自己亲手写下了最后的悲情与不甘。为世之安，大学英语6级考试在即，田欢早已准备就绪，他希望在毕业之前不留遗憾。而关于北洋海军，关于家乡威海卫，他似乎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认知。田欢决定在春节假期的时候去一次刘公岛，希望可以得到心中的答案。张成通过史料记载与走访故地，为严复在天津住过的地方写下了最后的结尾。困扰史学界多年的疑问，在今晚报上有了新的解答。严复的一生，在严孝乾的努力下，已经摆上了书店的货架。时隔一个世纪，严复再次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的话题。
这几天，严孝乾在《天津租界》这本书中找到关于曾叔公亲的线索，他决定前往寻找。他相信严父与天津的故事远没有结束，曾叔公的一生应该还有更新的呈现。天津如同近代中国一颗启明新星，光芒刺穿风波茫茫的海雾，却在下一个世纪的交口黯然失色。命运仿佛不可逃脱，也无可转身。中国的启蒙之路究竟还有多远？它又将面临多少坎坷与艰难？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坐在天津的小洋楼里，我讲个故事听。那时候好多洋人们就来到了天津卫，七十林的西餐的味道那么正宗。如此的夜寂静无声，丝丝的小雨敲打着窗棂，前尘如烟，往事随风，我做了一个遥远的梦。我看到那些人在那儿走走停停，嘴里说着些什么可听也听不清，他们活在那里，我却看不到爱情。原来只是些路人，安安安安